根据表弟说的位置，应该就是这附近没错了呀。在哪儿呢？嗯，看到了，在那儿。我还是没整明白这表弟是哪来的呀？难道这些年我就趁我不注意偷偷生了一个，然后惊艳所有人？哎，小心点。嗯，咋还会闪现啊？年轻人手脚就是利索，这么高跳下来跟没事人一样。上车吧，表弟，一会儿回家给我整首 rap 听听。咋的，不上车呢？嗯，看这样子是嫌我来接你的车子不够气派吗？摩托耶，很拉轰的，快上车吧，回家生火给你暖暖身子，还可以烤鱼给你吃。坐稳了，准备出发。全程35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7分钟，前方路口左转。哦，对了，表弟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你和我有亲属关系吗？你名字叫啥？即将到达目的地，到达目的地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到家了，表弟，进屋吧。到里面随便坐啊，旁边有火堆，可以在那取暖啊。赶紧进屋，把柜子都锁起来。啊、搞定。哦，那什么，没事，你随便看，我忙一会儿啊。这箱子里都是木头，不用锁。天子驾二，铁箱、武器柜全部锁上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，车子也得锁。不、哦，嘿，咬钩了，表弟，晚饭有着落了。收，放，收，放，我收。呀，还不错，15斤重的鲤鱼，不过就这一条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呀。嗯，表弟去哪儿了？哇，大冬天的你脱衣服干啥？哎哎，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这冬泳着实给我露了一手，看着都冷啊。这一条鱼好像不太够，表弟你上边上游去，我再钓一条。这钓鱼讲究一个静、稳、准，将鱼饵抛入水中，安静等待，鱼饵闻到饵料的气味便会游过来，它可能不会立马咬钩，所以要有耐心，而且不能有大动作，不然会把鱼儿吓跑，所以像刚才那样在水里游泳肯定是不行的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，咬钩了。我刚才说的是现实中的问题，游戏中它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肯定能明白我意思。和刚才那只差不多，走了，表弟，烤鱼吃。来我这儿也没什么送的，送你个防身家伙和背包吧，出去也有一定的生存能力。鱼也快熟了，吃完你就。表哥幸会，我初入社会，身心俱备，感谢有你让我学会百般磨难，带我对抗，请带我闯荡。暖暖身子，咱们就去历险，带你去冒险，让你攒些经验，人生有苦有甜，把这条烤鱼解决，解决了温饱，咱们再出发寻宝。四根表弟上车出发了。乘客你好，请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开始计时，准备出发。全程7.5公里，大约需要15分钟，前方路口请掉头。 2 hours later， 到达目的地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到了，表弟，这里面的物资特别丰富，咱们在里面一定能搜得盆满钵满。哎，哦、不慌，表弟，我推一下就好。你看，表哥没骗你吧？哟，不错，一来就找到了一件防弹背心。哎呀，出门太急，鱼竿忘记放家里了，看来要注意一点了，不能在这里有任何闪失。鱼竿可是吃饭家伙呀。嗯，这还有一件防弹背心，把表弟喊过来，让他穿上。表弟，我这有防弹衣。表弟，嗯，我靠，不会是聋子吧？不管了。有丧尸，搞定！我现在可是生存高手了，区区一只丧尸对我而言就是一盘小菜啊！当然了，自爆丧尸除外。嗯，说曹操曹操到，真是盖了帽了。哎呦我去，威力这么大，得赶紧包扎止血，没有破布了，把手枪皮套剪了，用来包扎伤口，下次遇到自爆丧尸一定要躲远一点啊。嗯，
这皮套还真是皮做的呀，包扎不了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. 不慌，转身逃，接一手开门，然后转身迅速关门。哟，看刀！哎，又爬起来了，这么顽强呢你？我当然。哎呦，你叫人，转身晃掉攻击，回手接一道破血狂攻，加左右摇摆。哎呦，还敢还手？哎呦，表弟快来帮忙！哎呦，我弄死你！妈呀，又来了！哎呦喂，轻点啊，哥哥们，表弟救我，表弟。